行，音乐行。这晨晨，晨晨，哎、北在这边，这边。张哲，我跟你说。这，哎呦，有点晕。你这干嘛呢你？啊，你这跟刚刚这唯美情境，你破坏的厉害点儿这。没有，我这代表的是高雅的国际范儿舞蹈，没发现吗？你这大七夕节的，咱这是民族节日，你走国际范儿。对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，马上换一个民族范儿的，好不好？还换呢 ？Music。咱们一块儿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身段，呦，别，你倒了，我接不住。滑。启禀小主，您平日说各种戏曲是极美的，那些声腔是极妙的，今日适逢七夕佳节，方才看了许多节目，表演都是极佳的。下面奴婢再为您推荐一出《游龙戏凤》，您若欢喜，那便是极好的。我说晨儿啊，能好好说话吗？诺小拖出去，赐一丈红。别，会好好说话。会啊，会，您说会。下面请您欣赏由徐孟珂、朱强、张馨月给您带来的京剧《游龙戏凤》。酒家兄妹卖酒度生涯，中外名酒全具备，是消夏果盆大西瓜，茅台佳酿不掺假，兑点白水不算啥，外国酒惊报价，一杯才收白银280。我有个妹妹叫小凤，是梅龙镇上一枝花，可惜不会做买卖，不陪喝又不陪聊，黄花闺女人人夸。方才来为客官骑大马，是公差是师爷，可能是那县太爷集体休假到我家啊，甭管是谁到我家，上等的包房我已替他安排下，就等着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翡翠珠宝手中拿，哇咔咔呜呱呱呱，嗨，费了我九牛二虎吃奶的劲，才说服我妹妹招待他。这回要是再不挣点啥，我就要拜名师学本事，空手来前一念夺宝，盖栋别墅舒坦舒坦，享荣华享荣华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赶紧的到我那酒店瞧瞧去喽。
是你我也陪呀、啊。什么？陪你去张桌儿啊。话要是明白些。魏军的讲话最是明白的。换我何事？我来问你，这酒席是哪一个摆的？是我摆的，可好啊？好便好，缺少两样。哪两样？红军机杼双萝卜，玉立天仙梅长河。哦，这也说的是那红的萝卜，我们这里是不上席的，这也要用。好，被我与你起来。哎，回来。什么红白萝卜啊？就是那些穿红装绿的姐儿们呐、啊。先天道有，如今呢，被官府查禁了。哦，他们这也扫黄打非呀、啊？满是木有，就是有，这半夜三更，叫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？你去找倒也说的是啊，实话告诉您吧，我们这儿啊严禁三陪。嘿嘿，周大爷，我与你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这是为君的酒，答谢你的手，斟上一杯酒去了我就走。我们卖酒不管真酒。你真是不真？不真不真，好，把银子来还我，别出去吃。好，带我与你去来。啊，回来。哎呀，你真是个呆傻子啊！你这酒席被我吃惨了，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，你那活言答对呀？哎呀，是啊，我那活言答对呀。有了。我哄他一哄，阿俊爷、你们那里老鼠是什么颜色的？老鼠、灰色的呀。我们这里不同。哦，怎么不同？我们这里是白的。哦，白老鼠哪里有？哎呀，他出来了。哎，在哪里？出来了。在哪里？俊爷啊，看什么？有没有老鼠不要紧的，我看看你们这有没有摄像头。警惕性够高的。这就是哪一锅真的？是我真的不好啊。哼，满水是一杯，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得什么。要怎样的针法？要你针上酒，你的手抚于我的手，我的手送入我的口，那才算呢。如此说来，我手上有汤无汤，有米无米，无汤无米为何要我来针酒？为君的我喜爱这个调调味，我脑袋就是这锅调调味儿。你真是不真？不真不真。好，把银子来还我，别出去吃。好，带我与你去来。啊，回来。你可晓得我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打枪来的，不趁。不错，真是所向马打枪来的，不凡是便罢，若是犯了事，就说你兄妹二人是魔主，随后也不吃了，银子不要了，走了。阿俊爷，商议商议。与哪一国商议？我自己口问心商议。你快去商议，我还等着吃酒呢。哎呀，妻子，他这银子是大枪来的，倘若犯事，将我兄妹判处在内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哥哥哇，哥哥，你今日也卖酒，明日也卖
我勒个去，你怎么骂人呢？我与你斟酒，你为何照亮我手一下？这几日不曾跑马射箭，指甲长长了，照了大姐一下也算不得什么。我那女孩儿家指甲也是长的，怎么照不着你呢？哎呀呀，看上起来你是爱占小便宜呀。也罢，为君的一双粗手，任凭大姐照上几下有待何妨。来来来，请照。怎么今夜要我照？要你照。好，这次我的哟。不照了，不照了。啊，为何不照了？你将手儿放平些。啊，好好好，放平些，放平些，放老实些。嗯，好，这次我的哟。忘了，你是外地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出了北京站，坐地铁二号线倒一号线，天安门西，从天安门进去到午门。当然了，你是老百姓啊，你得买票。淡季时候呢40，旺季时候60。得了得了，我认得你了。啊，你认得我是谁？你是校长。你说那校长让人抓起来了，那你是教授？教授啊，都让人解聘了。那你一定是主任。主任呢，双规了。你是我哥哥的什么大舅子？不是。干嘛呢？你哪来的你呀？啊，大姐。
金八夜飘进我的妹妹里呀、啊！哎呀，这不是个好东西！来来来，跟我上派出所去。你当我是何人？你是哪个？我乃当今朕的皇帝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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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是什么朕的皇帝？你就是北京京剧院的马派老生，叫朱强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当我不认识你啊？那怎么的？你不就是国家京剧院的小丑演员徐梦珂吗？嘿，你装什么大舅子啊你？大哥哥！哎呀，别装了，你就是北京京剧院的梅派青衣，叫张星月，对不对？得了，别胡闹了，今是七夕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正是。今日七夕大联欢，天地伉俪大。碧草青青花盛开，蝴蝶双双久徘徊，千年万代永记住，山伯永恋祝英台，多美呀、啊！这阵子呀，嗯，听的是好声音最强声啊，谁听你这个呀？悲悲切切的古典音乐，那你来一欢快的，我们听听。你也入入潮流啊，和和曲儿，你来来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你慢慢飞来，你就慢慢飞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不累啊，我累了。您这个在没在调上咱搁一边啊，我终于知道这蝴蝶是怎么死的了。怎么死的？累死的。累死的像话吗？你老让它飞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叫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我知道啊，双蝴蝶。对对对，他们两个人呢啊，可以说是融入了自由的天空。嗯，到在哪里哪儿就花儿满天飞。没错，咱们言归正传，怎么着吧？《梁祝》这个故事啊，是咱们中国的爱情绝唱。那没错。这个故事呢，唯美彻骨，感天动地。嗯，下边这个节目啊，一段呢是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十八相送。嗯，表演者陈雪萍、谢群英。还有一段呢是歌仔戏《蝴蝶恋歌》，表演者。是两位著名的艺术家，咱们掌声有请。有请。Yeah.
你家中苦有七房财，你靠子与兄弟婚配，今日相为回来，要是你两兄心里明，小弟替你来做他媒，爹地替我来做媒，咱彼此前情是哪一位？Stop.
你看这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啊，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我觉得中间要是也能有那么一个牵线搭桥的小红娘就更完美了。哎呦，还真是的，是吧？你说对了。不过我还真佩服红娘。嗯，一个小丫鬟，善良，通过她的机智和老夫人周旋，最终成就了莺莺和张生的美满姻缘。可是红娘也不容易啊。怎么呢？你知道我考红的时候，她挨了多少打呀？您说的那是过去，今天咱们这株烤红，三个小红娘，老夫人打都打不过来啊。你不知道谁眼红，谁眼他呀？你知道老夫人多厉害呀？老夫人怎么厉害了？老夫人无丑出身啊，能翻跟头，能上房，能偷东西，能打人。上房偷东西那还是老夫人吗？不是，您说了半天这老夫人谁演呢？无丑识小亮。哦，那难怪了，不过没关系。今天咱们这烤红，那是京剧、豫剧、越剧三个剧种，分别由这个管波、朱旭光、董健的红饰演，您就瞧好吧。他们有吗？家法啊，背家法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
度还是不错的。我来问你，你家小姐那真事儿？哎呦，大太太，您怎么了？我说不出口啊！他们有什么情况？啊，你问的是他们的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可告诉你，这自己坦白跟别人揭发，那性质可是不一样的。这处理起来嘛，你的。死了死了的！哎呦，这个老太太可真够厉害的啊！哎，他们两个人啊，就是见了一个面儿。哎呀，坏了，坏了啊！他们在哪儿见的面啊？西夏。西夏，哎呦，坏了，坏了啊！他们关门了吗？啊，他们，他们，关了。关门了！哎呦，坏了，坏了啊！这两个败坏门风的东西，我，他们具体都干什么了？啊，我，哎呀，老夫人，你说说。
我打你。老夫人，你不该言而无信，你失了有赖呀。跪下，你跪下。Cheers.
呀，这越剧的红娘是真好听啊，吴侬软语的唱得我心里这个舒坦呐、啊。老婆你好听吗？好听倒是好听，就是我一句没听懂啊。你只要听我懂啊。那可不是嘛。哎，那两个红娘呢，都给我叫过来。红娘快来。我是练家子，哈，嘿，知道不错啊，让你们仨把我给烤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该，你太无心，把苦恩难来，对不起。赶紧报名去这婚姻介绍所找红娘去啊！红娘挺多的。这个咱们生活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单身呀、啊？我觉得就是红娘太少了。对，这个热心肠的人啊，再多一点，咱们这个脱单就更容易了哈。对，嗯，早日脱单、啊。别老说我。哎，说到刚才啊，你看这个咱们这些主持人团队当中都表演节目了。对呀、啊。何云伟啊，李菁啊，刘慧娟姐姐。咱俩好像就没演节目哈。有点亏。大家起点掌声，张哲给大家演个节目好不好？不叫好，他绝对不演。这么好的展示光彩的机会，我必须得留给鲁豫哥哥。你演吧。你演。哎，你对待朋友都是这样吗？两肋插刀。这么好的，把刀插在朋友的身上。这么帅气的主持人，来一段。没问题。春季里开花啊，十四五六，六月六春打六九头。哥哥，你这京韵大鼓唱的可真好啊！怎么听的？我明明唱的是豫剧啊！开玩笑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为了让你早日脱单，我给你准备的都有礼物，你看，一朵花，哎呀，特意献给你的。哎呦，太好看了，谢谢、这祝福爱情不应该是玫瑰花吗？这是康乃馨，大家都知道康乃馨一般不都是儿子送给母亲的吗？嗨，有这么占便宜的吗？康乃馨我告诉你，儿子送给母亲，嗨，不是，那个学生也可以送给老师，同事也可以送给同事，这是祝福，花为媒，希望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的。谢谢谢谢谢谢，一定好好。最重要还有一个寓意，因为接下来的节目就是评剧花为媒，有请咱们的评剧名家高爽王冠丽，有请。
我们给您说段相声。哎，刘老师，我先问问您啊，中国这么多传统的节日，您最爱过哪个节呀？爱过哪个节啊？那要说我最爱过的就是那个。您这么羞涩干嘛呀？直说。那我最爱过的是春节。春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。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大伙都这么过吗？啊、哦，您今年多大岁数？我今年65岁。难怪嘛，啊，这岁数也没什么激情了。什么？啊，平时家里也没人陪，也就盼着过个年啊，能跟大伙一块凑个热闹。还什么叫凑热闹啊？不，您可不是吗、啊？现在吃东西得挑那软和的，买手机得挑那字儿大的。啊，
骑车都得提那仨轱辘的。哼，再过几年啊，您连过年都觉着没什么意思了。嘿，听你这意思是说我老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怎么着？就你们年轻人过的这节我都过。真的吗？全过。那我们爱过情人节，这您爱过吗？情来，大伙儿鼓鼓掌。喂，让刘老师说。别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情人节，别，爱过，别。啊，不，这不能说爱过不爱过啊。反正一到这日子口啊，怎么着，我这心里头有点溶度。还溶度？我告诉您 啊，您刚才就应该说喜欢过情人节。哎呦，我倒打算这么说来着。怎么着？我怕人说我老不正经。您多虑了 啊！现在这么多节日，您喜欢过哪个节都无可非议。哎，你这话对啊。就是啊。我们老年人怎么了？对，我们也需要爱情啊。嗯。过个情人节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就是。这没什么呀。对呀，该说就说呗。是啊，嗯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嗯，谁怕谁呀？那您有没有情人啊？有。怎么着？叫什么名字？白霞。意外收获啊。这白霞是哪儿的人啊？就是我们对门街坊。哦，为人怎么样？在我眼睛里，她没缺点。长得漂亮吗？哎。范冰冰怎么样啊？好看呢，比她长得还白呢。真的？你们是怎么产生的感情？这是一次巧合啊！我们那年代啊，街道组织我们挖防空洞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刨土，他推车。哦，后来呢？我老帮他推车，他就对我有好感了。哦，后来呢？我们结成了一帮一，一对红。哎呦，后来呢？我们就私下谈心。后来呢？订约会。后来呢？上公园。后来呢？你这，你这旷工那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我就喜欢八卦。你这一喜欢八卦不要紧，我差点把这点私密都说出来。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爱情故事。还有什么故事啊？嗯，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敢公开。哦。上街呀、啊，不敢拉手。哟，走路得他在前边，我在后边。至于吗？嗨。这么说吧，啊，我们比较含蓄。什么含蓄啊？我看就是假正经。还怎么叫假正经啊？你看我们小夫妻啊，在马路上什么都敢干。哎呦，我说你们都干什么来着？我搂着他的腰。那后来呢？他亲着我的脸。那后来呢？我对他窃窃私语。那后来呢？他跟我耳鬓厮磨。那后来呢？我，哎，这么大岁数您怎么也这么扒呀？我不是，我这不是好奇吗？告诉您，反正我们特别的甜蜜。嗯啊，老公，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呢？你看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。哟，那我们去吃小饺子吧。呵，怎么又吃饺子呀？我就想吃嘛。要吃就吃吧。行了，嘿，好吧，你们这拔罐子呢，腮帮子都做肿了。反正我们的爱情更直接，更大胆，更肆无忌惮。我们那年代呀、啊、又保守又胆小，又谨小慎微。哎呦，您冤不冤呢？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够冤的。是不是？嗯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七夕七巧节。对、嗯、这要是按你们现在年轻人来说呀，啊，这就是情人节。虽然不是特别恰当啊，但是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心愿哦。我觉着您应该借着今天这个机会，怎么着？大胆的喊出您情人的名字，我投入您情人的怀抱。我在这儿喊他名字，哎，行，多好的机会！我要喊，嗯，我就理直气壮的喊，没错，您就得声音洪亮，我底气十足的喊，字眼清楚，我喊了，来吧，我喊了啊，来，大伙儿鼓掌，走，白偷东西呢。怎么了？大点事儿啊！大点事儿啊！大点事儿，多好的机会！白，充满激情，还得有点激情。哎，白虾，怎么白虾了？别想，我追他一辈子都没追上，我这不白虾了吗？
我恨你这小子太坏了。怎么了？你是引诱我犯错误是怎么着？这能犯什么错误啊？我要是您，我就冲破这世俗，大胆的追求我的真爱。哎，伟健，怎么着？我可得劝你两句啊。既然你都结婚了啊，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日子，那朝三暮四不会得到幸福啊。那咱不说从一而终吧，怎么着？单从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发现没发现那结婚誓言？我发誓了。你怎么发的誓？我这么发誓的。我说啊，无论顺境逆境啊，这个你的健康，你的快乐，你快乐，哎，怎么一过日子，好像这誓言全都给忘了？不是，好像啊，你就全忘了，就冲你这样还过七夕节呀、啊？七夕怎么回事知道吗？怎么回事啊？牛郎织女天河配啊，每年七月七小夫妻才见一回面。对呀、啊，感动了人间，喜鹊都为他们搭桥啊。哎呦，你说这是多感人的故事？是啊，哎，这不就是故事吗？这不是全是人编的吗？这怎么叫人编的？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人间自有真情。嘿，你就拿我来说吧。怎么着？我跟我爱人啊。我们那是真挚的爱情哦。想当初我到全国各地演出，回家没多长时间，是也就跟那两地分居差不多，没什么区别。可是我不论走到哪儿，我心里想着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我心里想着谁呀、啊？谁？我这心里想着谁呀、啊？白霞呗。我去！我说你老跟着搅和什么呀？那您想着谁呀、啊？我就想着我爱人。哦。我们这叫什么呀？少年夫妻老来伴，真羡慕您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真敬佩您。百日夫妻似海深，真难为您。我，哎，什么叫难为我呀？您想，您夫人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，您还这么念念不忘呢？哎，伟健啊，我老伴去世这事儿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白霞告诉我的呀。白霞，哎。她现在怎么样？身体硬朗，儿女孝顺。唯一不足的就是她的丈夫去世的太早，她到现在还是形单影孤啊。哎呦，你说这真的啊？哎呦，感觉她现在也一人了。哎呦，这事儿可太好了。这刘老师什么阶级感情啊？这不是我呀、是关心她。再说我们老朋友之间这是一种想念。您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个白霞一直都很惦念您。是吧？特别是您一个人以后啊，一直在默默地祝福您，而且我觉得只要您同意，他马上就能来到您的身边。你说这是真的吗？君无戏言。哎呦，这我能不乐意吗？你想想、这是我得到迟到的爱呀、对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千里有缘一线牵。对，只要真情在，不怕太长久。是，俗话说得好，什么？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，那瞎猫也能碰着死耗子。不，什么俏皮话啊！您这是不是我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、这时候您可不能说什么好都不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您得表态啊！只要您同意，你们这档子婚事我给操办了。这太……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吧。啊，干嘛？我们的婚是你操办的？这辈分在这儿摆着呢。那倒是。哎，不，我说这白霞是你什么人呢？这白霞呀，是我丈母娘。哦，你找老丈人呢？谢谢师徒二人为各位带来的演出，我们再次掌声响起，好不好？谢谢，非常的精彩。哎，这个张哲，你知道为什么七夕节定在七月初七这一天吗？咱们每年都过节，可能真没想过这问题。我想很多的观众也不太清楚。我提议啊，接下来有请我们学者型的主持人任鲁豫先生给大家讲解一下。你这是打击我好吗？我也是现学现卖。刚才啊，一个学者告诉了我为什么定为这一天呢？是因为啊，咱们中国人特别讲究这吉利，七啊和这日期的七同音。七又和吉祥的吉谐音，所以就定为七月初七，双吉之意。
就代表了一份吉祥如意，这跟咱们吉祥图龙凤呈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嗯，那咱们七夕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，咱们就用一曲龙凤呈祥祝福全天下的有情人婚姻美满吉祥福瑞。我们掌声请出王艳、吴浩仪、郭伟还有邢明霞、王毅哥为各位带来的五大流派的龙凤呈祥。
谢谢谢谢各位，好一个吉祥如意的龙凤呈祥。虽然我们的七夕晚会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但是我们对各位的美好祝福呢却永永远远。这真是七夕诉情深，执手共良辰，群星齐上阵，节目有水准，今年没看够，明年再创新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CCTV 空中剧院2011，谢谢大家。